娱乐圈里有一类人啊，即使选择归隐，也经常被网友想起，比如说徐静蕾。最近啊，徐静蕾早年的一波采访被网友又挖了出来，开始膜拜。她的一番话说完，人间清醒的人设立的是稳稳当当。仔细想想啊，她真的是消失了太久。那消失之后的徐静蕾都在忙什么呢？翻看她的社交账号，你就会发现她真的一点都没闲着，写字儿、弹琴、画画、做饭、旅游，忙着体验生活，真的是不慌张，做自己。其实啊，像徐静蕾这样的对生活豁达从容的心态，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获得的。就像以前我在关于徐静蕾和蒋方舟的文章里所写的那样，每一个徐静蕾其实都经历过蒋方舟式的焦虑和困惑。那从蒋方舟活成徐静蕾，需要有更快的向内的自省，更快的找到自我，进而呢生发出自我成长的内在力量。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做才能更快的获得自我成长的内在力量呢？在这儿啊，青音姐给你一些建议。第一，就是放下对自恋的执着，更快地意识到我并不特别。真的是有很多女人啊，在进入了青春期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呢，都是停留在自恋的幻想里。青春期的荷尔蒙的萌动会让周遭的一切显得既诗意又离奇，那这个时候自己的恋情啊、忧伤啊、心痛啊、心碎啊，好像都是那么的与众不同。为了坚守自己的这份文艺和不同，很多女性呢宁可选择一个不靠谱的男人恋爱，也不会屈就于一个本分厚道的男生。因为好像只有去收服那些不靠谱的男人，女孩们才可以以此来验证自己真的是一个特别的存在。这也是为什么越内心文艺的女孩子越容易遇到渣男的原因，其实啊都是因为自恋惹的祸。并不是只有你遇到的不如意特别多，别人也是，我也是。你的坎坷和挫折呀，并不是老天特意给你安排的偶像剧的桥段。你的痛苦啊，你的欢乐呀，别人也都经历过，只不过你不知道，所以你一点都不特别。接受自己和生活中一切的不完美，而不总是幻想着被生活优待，你才能看到生活本来的样子，看到自己本来的样子，接受自己，跟自己和解。第二个建议呢，就是人活着呀，一定要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人和事儿。大多数情况下呢，我们都会有攀比之心，好像内心没有方向，又对眼下自己所拥有的觉得不够笃定，也不够自信。比如说，眼前这个人他到底适不适合我？这个工作我到底该不该继续做下去？每当这个疑问出现在心里，其实啊，都是因为这个人或者这个工作，他真的不适合你，因为他没有能够激发起你内心里不可遏制的热爱。如果你真的足够喜欢，足够向往，那么别人说什么都没有办法左右和阻拦你，因为心灵的方向是不受你控制的，只有爱能将它指引。所以呢，当你心里有真正的热爱，你才会永远保持年轻。你越快地找到你的热爱，你才能够从焦虑中越快地摆脱出来。我不是经常说吗？当你有热爱的时候，你对人对事儿就很容易有了心流体验，心流体验就是很幸福的感觉。第三呢，就是做一些对自己有挑战的事儿，而不是一直把自己待在舒适圈里。徐静蕾曾经解读她自己选择不婚的时候啊，是这么说的，她说，或许呢是跟我的爸爸妈妈从小他们总是吵架有一定的关系，或许呢我有点恐婚。但其实啊，不婚的状态等于是让自己长期待在不稳定和不确定里，这也是对自我发起的一种挑战。这种挑战会让自己对自我形象和自我情绪的管理丝毫是不能松懈的，也会不断地提升自我要求，
逼迫自己成为更好的人。所以呢，从个人成长的角度来说，虽然我并不是建议你也不婚，但是啊，我觉得一个人不急于寻求安稳，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，都是愿意勇敢接受挑战的，这反而是更能促进自我人格的不断完善和自我魅力提升的事情。比如说找工作，很多小伙伴都想找一些钱多事儿少离家近，好像这个工作一眼望到头，想过这样的日子。但其实啊，当你真的这么做了，你会发现你的心很快就老了。那就像我刚才提到的，徐静蕾式的对生活的豁达从容的心态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获得的。那即便现在你也非常的焦虑，比如说像蒋方舟那样，害怕嫁不出去啊，担心自己容颜渐老啊，或者担心自己工作没有保障啊等等。可是啊，这种荒腔走板的状态就是当下的最真实的状态。我想跟你说的是，不用妄自菲薄，也不需要对自己眼下不够成功或者不够幸福对任何人感到抱歉。接纳你的不完美，然后呢，尽快按照刚才我说的几点，找到自己作为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中独特的自我价值。是的，你不特别，但是你所创造的自我价值一定是独特的。一定有那么一天，当你感觉到你的个人价值不再被男人、被孩子，或者呢被你住什么房子、开什么车、有什么样的头衔、背什么样的包、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、有什么样的人脉关系，当你整个人不再被这些定义的时候，你就开始真正的活得舒展了。那个时候的你啊，不管是跟人结婚或者相夫教子也罢，或者呢是坚守一个人的精彩也好，你都会成为最好的你自己，就是安适从容，笃定自信。就像我经常说的，不慌张，做自己一定是我们最向往的状态。